台塑四宝股东会本周是陆续登场，而今天台塑集团总裁兼台化董事长王文渊是亲自参加了股东会。一开场他就宣布了，其实他要卸任台化的董事长职务，这也代表台塑王家成员是全面退出了第一线经营，正式进入了经理人时代。而王文渊卸任则是由副董事长洪福源来接任董座。他其实是王文渊最倚重的爱将之一，面对这几年大陆石化新增产能，这产业是遭遇了逆风，洪福源使出了一套叫做腾龙换鸟的升级方式，就是建立别人无法建立的这个高质化差异化，创造是更高的附加价值，成功带领台化是转为维安。另外在台化这个 PP 聚丙烯产品经过三年的开发跟认证，去年底是成功打进了日系车供应链，也是一大突破。接下来就带您关心一早的台化股东会。台塑集团旗下台化今天举行股东会，一开场现任台塑集团总裁暨台化董事长王文渊就抛下震撼弹，表示今天是自己最后一次以台化董事长的身份主持台化股东会，自己将卸任，正式交由专业经理，由现任台化副董事长洪福源接棒。让我们听一下稍早的说法。各位股东，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以台化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主持股东常会，我在此正式宣布，今天我将在董事会卸任台化公司董事长的职务，将由专业经理人来担任。王文渊一讲完，就马上将今天股东会的主持棒交给洪福源，此举也宣告台塑王家的成员全面退出台塑四宝第一线经营，只保留大股东的身份，也正式完成已故创办人王永庆的规划，让台塑四宝进入全经理人时代。